幸福幸福幸福了一个月苦的时候去马路。对，我和燕子，我和我老婆就是一路走来，真的挺不容易的，哥。真的，真的，感谢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维，看一下今天我帅不帅？我现在在云南大理洱海边，我们又来到了洱海啊，应该很多粉丝朋友应该知道我们这次来到这边干嘛。前几天由于太忙了，把结婚纪念日给忘记了，后来我想着还得补上啊，因为生活要有仪式感。前几年呢，我们每次过结婚纪念日呢，我们都会来到洱海，因为这个洱海真的太浪漫了。燕子呢，一个姐姐呢带她去玩去了，然后我呢现在去买花，然后到酒店里面布置一下，给燕子一个惊喜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出发去买花。好了，我们找到一个花店，现在在做那个花。常有新欣喜，四季如春。好了，那个花已经买好了，我们现在回酒店。去布置酒店，回酒店路上来一杯咖啡。哇，看着这洱海太美了。看了吧，今天晴空万里。好，咖啡喝完了，我们现在回酒店。我们到文笔村了。第一次我和燕子来文笔村的时候还没被开发，现在你看好多游客在这里打卡拍照。我们到了云台客舍，进去。哇，这里还有小猫咪，看一下，咪咪咪咪，这里还有一只在睡懒觉。这家民宿环境还可以啊，外面呢就是洱海，面向洱海。我们到房间了，我们现在开始布置，吹点小气球，稍微弄点仪式感出来。这个房间呢，就我们的一个粉丝朋友开的民宿，他们给我们安排了这个大房间。美不嘞？亮瞎美的眼。哇！啊，太美了！哟、哦！哇！这样子啊！这边有那个我写的，写给你，对，写给你的。深情的读出来吗？因为有你，我的世界充满幸福的阳光。因为有你，我们的生活才会精致。老婆，我有太多太多的心里话要跟你说，但是不会表达。老婆，我永远爱你。欣欣特别的激动啊，特别开心。你个港汉、啊。老婆，我还有礼物。他该给你剪了。来。开啊！拆开。哇。啊。哇，打开好有仪式感啊。开心吗？开心吗？平安、健康、大吉、大利。开心吧？要开心，开心。幸福幸福幸福啊。幸福啊。快点亲一个。哦哟。长长的路慢慢走，人生有几个十五年。对，快点夸夸老婆，夸夸老婆。好，谢谢。那我们现在到外面拍点美美的照片。
开不开心？李克业，可歪一点，歪一点。幸福吗？你把燕尾这么抱着头上吗？白丽开不开心？开不开心？白丽，好了，潘潘，我们现在呢去吃饭，走。啊，到了。啊。对啊，到时候我们那个小院里面，他那个对，绿油油的，你看。你看这里面绣球长得好漂亮，好大啊。对，就这样子，对，很自然的。收你一天。看一下今天的晚餐太丰盛了啊，芸豆大煮干丝，然后特别这个红烧肉，哇，太有食欲了。丝瓜炒毛豆，这个是羊肚菌，哇，这个是洱海的虾卤鸭头，这个是凉黄瓜。好，开吃开吃开吃，来来来。周年快乐，周年快乐，周年快乐，谢谢。这个是云南的精选菜，然后也是经典的融合菜啊。来，燕子，吃一个红烧肉，长胖一点啊，长胖胖的啊，多吃点今天啊。这边肥的，过瘾，对，但是要会吃。我有的话是那个膳味，是吧？而且也是腻，对。红烧肉，汤汁拌饭，哇！好的。好，饭吃好了，我们现在开始吃那个蛋糕。我来点蜡烛。追两下是吧？可以。哇！哎呀，多洗一会啊，洗洗全了啊。祝老婆永远18岁，吹吹蜡烛，吹蜡烛，吹蜡烛。先吃，先喂你。幸福的味道。哇，给美丽的老板，谢谢，沾沾我们的喜气。好，谢谢。好不好吃？好吃啊。朋友们开心。去哪都对，我和燕子，我和我老婆就是一路走来，真的挺不容易的。好，准备好没有？好，准备好了。我来了。燕子。现在我们开始放烟花，最浪漫的时刻。哇。想有颗音乐节安静一点，我想又能和你多聊一点，我想就能趁机送你到你家门前，我错了，我想就有勇气多问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啊，不知不觉我和燕子结婚15周年了。其实我们是领证15周年，其实我们在一起已经是17年了，真的时间过得好快好快。记得我们结婚纪念日4周年那次，燕子哭得稀里哗啦的，那次真的，因为那时候我们做生意失败了嘛，然后很那啥，很苦，真的很苦。
然后那时候我呢买了给他燕子买了一个2000多块钱的那个手表，把燕子感动了呀，然后又笑又哭。后来我说擦干他的眼泪嘛，我说开心点老婆，我说生活要有仪式感，再苦再什么仪式感一定要有。哎，我不知道怎么来表达啊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的结婚15周年，也祝屏幕前的朋友们，祝大家呢幸福美满，夫妻恩爱长长久久啊，再苦再什么仪式感一定要有。好了，拜拜了，朋友们，拜拜。